咱们家今天呢还是馒头啊，咱们再将就一天啊。三万，这个馒头给谁吃？三万，啊，给姑娘吃啊？那行，那个姑娘吃啊。三万，这个馒头给谁吃？三万，这个啊，给儿子吃啊？那好吧，啊，老四，这馒头是你的啊。三万，那这个给你吧，好吧？哎，三万，你吃这个吧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们仨吃吧啊！哎，小棉花，你吃这个啊，小棉花。啊！